哎，这嫂子，你之前不是演戏的吗？不是啊。那为什么是在戏里面认识的呢？业余爱好啊。你是去串一下啊？是啊，我那时候是群演。哦，哇，这么神奇！而且这辈子只接了这么一个群演的活，然后在一起之后就吸引了。对，是的。我的天，太厉害了吧！哦，你看看我们家那个花圃，我们家那个花圃上面有个牌子，红印，红印花，红印花那部戏，那就是我们俩认识的那部戏，那就是群演还蛮多的吧，一个戏，是我们那个戏里边好几个小姑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长得漂亮呗，还能为了什么？真的不是，长到她心里了呗，就是。对，缘分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模板，咔嚓一套，哎呀，严丝合缝的，就他追的你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可是不是我主动的呀。那他咋追到你的？